住在花莲吉安一带的民众今天早上到阿美文化村的广场为公祝总统连任就职举行一次盛大的歌舞扬帆会，有1000多人参加。台湾东部地区警备司令曾祥玉在会中致辞说，这种民众自动筹办的庆祝会证明了各地民众拥戴总统的热忱。1000-2000个人在阿美小姐的歌声中，大家手拉手，一边歌唱一边跳舞。年老的三胞也赶到会场和大家一起跳，他们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这都是总统得意所赐给他们的。